不要像在路上好吗？坐。高等上，坐火车，保鲜抓手。对啊。是啊。不要你，没地方改的啊。他啥都没有。改呀。都没用。谁想出来这么无聊的事情？啊！不，谁想出来的这么无聊的事情？看我眼神。眼神戏，眼神戏，你演那个震惊啊！你快震惊啊！啊，这就把他们丢这儿了是吗？对。我刚刚不把我们丢下的。观察一只大白鹅。我什么东西沾了我的头发？哦，我的。好可爱呀，小慧儿。好可爱。数大白鹅有几根羽毛？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把鹅抓到。啊，这么简单？这观察力有什么关系啊？跟观察那个鹅的走向吗？大家看一下，呱呱呱呱，嘎嘎嘎嘎嘎，喳喳喳喳喳。好困呐，这个车好像摇篮椅啊，摇得我好困。对。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睡吧。车都在喊秦源了，加油！这好迷惑的场景，有点看不懂啊。摄影师才是最累的啊。哎，滑着走很省力。你在冰上吧，我是在雪上。我们应该趁这个时间直接开走的。我们可以坐这个车吗？张哥开一下呗。谁的车啊？我这车两个门打开，让我们在旁边坐着看他们。让一下道呗。上不上？怎么下去？来啊！上！我下去，我要下去。下去干啥？下去跑一跑。往边跑，骑自行车。嗯。骑的感觉。动手。那个车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动手。快进旅为什么一直在跑啊？不知道呀。跑不动啊。那你下车干啥啊？就是想坐前面。还是想坐前面？那你何必走这一招呢？你来接一位摄影师上来。好啊，郑俊彦坐后面啊。那你从这边上啊。No. 特别恶心，太他妈恶心我了。你有毒吧？你让小辉上来，他不让你上。我妹妹呗，快让我上来，拿着。哪有人？我真猛，拿这个拍。关了。